装设计、艺术创意，听起来只是年轻人的专利，其实长者的世界一样潜能无限。如果不是他，我都没有机会可以认识这班长者。我觉得咦，其实是否可以做一些事，或者做一个平台，可以令到长者都会有一些艺术的活动，可以联系社区，又可以参与一些艺术活动。余若梅是香港青年艺术协会委约的艺术家，他在2013年策划了银青冰墩社群艺术计划，给长者多些机会接触艺术，给年轻人和银发一族在艺术平台上对话。他当然救得好啦，救得好啦，不过他的问题呢，问题他又他就很搞，但问题是根本好成问题咯。至今通常都是举办艺术活动最大的困难，而这个计划是靠余若梅一人独立在网上筹集得来。同埋佢都即係好你見佢做到頭髮都白曬，其實佢好後生嘅啫。本身係藝術家嘅余若梅，租咗土瓜灣工廠大廈嘅一個單位做課室，請嚟年青藝術家做導師，促成銀髮一族同年青人可以喺呢度以藝術作交流。係一班點講咧？即係有待開發嘅潛能嘅人嚟嘅。即係往往我哋俾一啲文娛活動長者咧，都係覺得可能佢哋需要一啲消遣啦，或者他們需要一些消磨時間，但是除了消磨時間之外，其實他們是有很多東西可以回饋給我們年輕人的，或者這個社會的。銀青冰墩這裡教的不只是唱歌、跳舞、畫畫，而是著重老人家和年輕人的溝通。有很多社區中心，其實我覺得某種程度都是功利出發的，那種功利可能是要你多人在這裡，或者要吸納你，或者要交換一些東西，或者是靠送東西給你，或者最重要的是要你的出席率。但是我這裡的出席率其實是很寬鬆的，而且真的希望有喜歡畫畫的人就留下，喜歡就留下。余若梅舉辦別墅一格的藝術工作坊，好像有木製煲胎、頭髮製的毛筆，還有和年輕時裝設計師、中學生一起設計會發光的衣服，和舉辦時裝show，激發長者的藝術細胞。沒什麼限制，即可以自由發揮，怎樣屙狗又可以，怎樣正經又可以，這樣好玩咯。最簡單我就心情開朗了咯。開朗了。鄧伯說，接觸過這裡的藝術創作之後，對生活帶來很大的轉變。舊底來說，我可以就是在家看報紙、看電視，就是可以24小時不說一句話就可以，我可以這樣。咁啊，依家咧又翻到屋企都多嘢講啦。舊底啊，即係你知啦，兩夫妻梗要拗橋噶啦，係咪？咁啊，睇參加咗呢個活動以後啊，正所謂嗌交都少咗。呢度嘅學員都嚟自基層，負擔唔到昂貴嘅學費。為咗維持銀青冰墩計劃，資金經費就靠余若梅籌集。由開始到而家都其實喺網上面集資嘅，咁係一啲唔識嘅朋友俾錢我嘅，係一啲有啲係從來都未見過嘅，真係純粹喺 Facebook 度募捐嘅啫。余若梅以藝術探索之旅嘅神奇力量感染弱勢社群，令少有機會接觸藝術嘅銀髮一族細微過中嘅吸引力。以藝術做人嘅余若梅係大家心目中嘅艺术天使。我想将天使的小礼物呈上一双翅膀，在夜空。
余若梅是香港青年艺术协会的艺术家。2013年她策划成立了银青乒乓，建立跨世代学习平台，给银发和年轻人艺术家好像打乒乓球一样平等双向交流。香港青年艺术协会为5至25岁的青少年举办高质素和费用全面的艺术活动，每年有超过80万人次参加。我想将天使的小礼物呈上，一生翅膀在夜空翱翔一趟。